第二个问题，三界六道即九法天的诸众生，这个九法天大概是个错字啊，九法界可能是这样的啊，九法界的啊，三界六道即九法界啊，这一切众生，他诸佛是否数目永远一样？是不增加，也永远不减少，因为灵魂是不死不灭的。请问有多少数目？这个数目就不要说了，啊，我们不要讲这个三界六道啊，这是九法界众生呐，啊，都不被说这个。你去念《无量寿经》。《无量寿经》讲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，啊，就是十方世界到西方极乐世界往生的那些人，那个数字有多少？啊，这是经上有的，你仔细看看，对比对比，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